们这次来看陈家宝的绘画表现，就可以了解一个有才气的人他对绘画的一个坚持，一个能够掌握到时空美学观的人，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可以体会出他的画留的很多的完形心理学里面的一个空间。如果你有可能的话，你的情感、你的思想、你的才华、你的这个品性，都可以在他画画上面走进去，和他共享他的美学概念。我们常常讲到巴黎有一个赵无极，有一个朱德群，有一个常玉，有一个潘玉良，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陈家宝呢？因为他的画不只具有他们的精神，更重要是开拓了我们宝岛一个美学几十年从中国大陆到这里文化里面的新的一个境界。在台湾，在东亚，在整个国际，绝对是不会忽略了他，而且是一个很亮丽的一个绘画的一个成功者。